谁？跑快快呀、啊！这有点黑呀、啊，这也太黑了。确定是往这里走吗？天哪，这能点灯吗？这不对呀、啊，这也太黑了，这咋看呢？这。哎，这太黑了，这等会儿啊，哎，那个调那个亮度那个搁哪来着？这家伙的啊，亮度调稍微亮点儿。弹幕说问谁呢？不对，应该肯定不是往里走啊！往里走这啥也看不见呢，这上哪走呢？这没个走的，要不是走这儿，这也不对呀、啊，肯定不是往里走，而且往里走这没地方了。不对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往右边走。完了，卡关了。哎呀妈，这游戏上来就卡关吗？这就有点做的有点不太行啊，这游戏做的。我先拿个罐头。F 是打火机，也没点提示啥的，谁他妈知道 F 是打火机？早不说 F 打火机，点灯，假。他也没说 F 是打火机呀、啊。居然会有打火机这种东西，这不行啊！这下水道不能再用打火机了。上不去。谁？为啥把它打碎了，还给点东西呀、啊？往右边走啊。哎呦，谁上吊了？别想不开呀！谁呀？这是，生活如此美妙，给你看看猴哥直播。上吊了，那上吊了，那我得帮你把凳子挪走了。
从这儿上去啊，还是我看能不能上去啊？这也不行。进去啊！进不去吗？啊，钻！啊，这火是存档点，这应该往哪走？爬，给爷爬！又卡关了。那很明显，这个地方过不去，我们还得回去。啊，这地方来着没用。我还能不知道扒冰箱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再看你们弹幕啊！关键我不看弹幕吧？你们能不能？你们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不能别提示？能不能别提示？能不能？解谜游戏，能不能别提示？关键我不看弹幕，万一有黑屏什么乱七八糟的出现点问题啥的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把弹幕关了。嗯，我给你关了。嗨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哇，水质，锁我脖是不是？居然是水蛭！又有个水蛭，这么多水蛭吗？应该把这木头给它掰开。点灯。哎呦啊！啊，不是啊！哎呦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水蛭啊！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应该是不行了，这够呛了，这掉下来应该是没了，这不能掉下来啊，有陷阱，这不早说啊，这不是，走开啊，我有灯啊，有灯没用啊，必须得掉下来是吗？原来这是剧情需要，我没想到，我直接开灯往前爬。这他妈上哪走？最净扯犊子，这老些东西。这也太难了，这。嘿，咋办呢？啊，推门！我靠！啊！哎哎哎！
点灯，点呢？星星点灯，嘿，我操！吓人是吧？这第一代比第二代难多了呀，我一看呢，还得看这走木还有平衡的。太黑了。快跑！滑铲，拉门，很明显这门拉不了，走吧。让我钻耗子洞。哎呦我操！阿木木。桑枝木乃伊，这里边有个蒿子啊，首先那有个蒿子，其次这门有电，这电怎么办？啊，那耗子原来是不打人的。环绕四周啊。拿了好多，我怎么好像搁个船上呢？这么晃悠呢？我靠，还有时间限制的呢！很明显啊，这个位置可以上来。哦，很明显，我们应该是超时了。右边应该还得有一个那个用电的那个地方，右边还是有电。啊，很明显我们超时了，所以我们得回去。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先从这儿上去，走吧，一直跑。声呢，一点声也没有，挺吓人的。这突然之间给我来一下子，我就是有点受不了了就。这怎么的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眼睛！哎呦啊！哎，瞅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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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这眼睛挺恶心人的，我发现呢，这眼睛不按正常路线走了啊。给我变成石头人了。现在这等他一会儿。快跑！点灯。好的，兄弟们，继续。大家多扫一扫。二维码，没用啊！我现在点个灯会怎么样？哎，嘿嘿嘿。瞎逼，快走！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能挪过去吗？能跳吗？能爬吗？这能爬吧？快爬！哎，这游戏我要是玩的快，一天能通关不？差不多吧。哎呦，这啥了？胃病了？几个小时流程？为啥肚子疼啊？肚子疼不算病，有破粑粑没拉净啊，饿了，我得吃点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我饿了，给我点吃的，快快快快快，给我点吃的，谢谢。真敢吃啊！你不怕里边给你下药了呀？不是，为啥他会给我吃的呢？这是楼上的吊绳应该没什么用，我们直接走吧。应该是顺着这边爬。往右边一跳，再爬。
电灯。然后呢？再顺着往上爬啊！我也得跳下去了，我也没路了呀，这也。能一直爬吗？一直爬，爬到哪呀？算了，这别爬了。这为什么要给我个路线可以一直往上爬呢？跳。看这玩意儿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搬不了，先拉这个闸。啊！哎呦天，就这水平啊！这就叫什么智商？只能拉一点点。只能拉一点点的话，明白了，跳上去呀。这波应该是把这玩意儿往下推，然后上来个东西，我们踩着这个东西走。点灯啊！哎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我救你出来吧，小兄弟，快跑吧，小兄弟，我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，你用你的体重能把这玩意儿给压上去？我没想到，你有那么大，你有那么沉吗？哎呦，我又是水质，来吧，水质。老对手了，先等一下这眼睛啊。我站在车后边。哎，嗯，哎呀，这哦，原来这个地方等着我呢啊。
来吧。这回这眼睛进化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眼睛还带着虚晃呢。哎呦我操！嘿！开个打火机。通关了，兄弟们。第一关拿下。这右边干啥的呀？跑进去，人儿咋没了呢？这有啥用啊？这屋感觉也啥用没有啊，没有用，这屋没有用，上楼吧。这也进不去，我们就一直往上跑吧。谁家的拖鞋？大爷的，搬个旅行箱。这能干啥呀？啊，有钥匙。这也不够人性化呀，这还得自己拿。那小小梦魇儿直接自己就那啥了，直接自己就揣兜里了，这连个兜都没有。又是你这个猴子！别笑话了，啊，
那猴子还得给他拿回来，那猴子。撇吧。有个大耗子，咋的了？又饿了？我知道你饿了，那饿了咋整？咱也没吃的，你说。咱还能把耗子吃了？吃个耗子。完了，这不会要饿死了吧？这饿死跟我也没关系啊，我也没有吃的呀。快吃块肉来！这小小梦魇二里边也没有这个，哎呀，让人抓走了吧？这是把我当成耗子了，这是啊，给我抓走了。上当了。哎，我看看咱这劲儿，有劲儿不？快跑！很明显，这个地方是去不了了，应该是往右边走。你先给我走一下啊！给我当个工具人，悠一下吧。然后呢？爬上去？啊，也就只有这能爬了。把这蜡烛给我点着，上不去。哎呦啊！他是个瞎子，没事儿。
啊，它是个瞎的。那木板有声音，那也没办法呀，那必定会有声啊。它只能闻味儿，知道吗？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慢慢来啊，一步一步挪。走了啊。我直接进笼里啊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这怎么整的这？这怎么整的这？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你们明白没？你们可能没明白，但我明白了。直接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布上面，然后直接跑，知道吗？直接跑。一藏，你这个逼是真是，你没有眼睛，你都你，这回我明白了啊，这回我明白了。先直着走啊，一直走啊，走走到步上以后。咱就直接就跑，哎，直接跑，跑完以后这正好有个洞，快钻，一个钻，哎，来抓我呀，你来追我呀，哎，看来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不能被他发现了，被他发现了那就不行了，还是不能让他发现。上去，这不找个书啊？瞎逼一个，没事儿，问题很小。你不能穿双鞋吗？这地上这老双鞋，
咱来一双鞋行不行？这是江南皮革厂是吧？哎呦我这啥呀？这是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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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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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啥走不动啊？嘿！再见。哎，什么声音？爪子有点快啊，这爪子，这爪子挺快啊。你不是看不见吗？我钻洞。等他先抓妙碎脚，我有点想吃卡迪娜了，卡迪娜，豌豆脆。快去，快去抓妙碎脚。又是你这个猴子，这往哪走啊？我感觉他给我猴子应该是想让我开门，但是这门怎么开呢？我想一想啊，这箱子能推吗？啊，箱子能推。啊，这有个地窖。有个地窖说明啥？说明把猴子一撇，把地窖一砸。看来不对啊，这是我自己踩的。那要给我这猴子有什么用？哎，好像不对，这么老些猴子。
这，这能上去。给你个猴子，上楼。这不对劲儿了，我以为往灯上跳呢，我寻思。先把猴子给他撇了啊，猴子。还哎我操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跟刚才这样的不一样的呀。刚才你也没找我呀，快点过来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我给你个猴子，别急啊，别急别急，这回别急，不要着急，等他就拿猴子，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。啊，上去呀！哎呦我操！这么长吗？这？有点长啊！哎，我也不跟你多磨叽了，老弟。还是跟你磨叽会儿吧，你还是先跑吧啊！你还是先跑，先跑啊！先跑，先往右边走一走，快点过来！我还得等他过来，他可费劲了，他跑的可慢了。你抓我的时候吧，就是特别的快，不能急啊，不要急，我叫不着急，我把猴子撇得远一点给他。你这快爬呀！啊，这不有个洞吗？这哎呦我操，火焰是猴啊，长臂猿。
好像我们大胆的往前走也没有什么问题呀。摸我腿是不是？别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藏起来，在这摸呢。门倒了，啊，门倒了，啊，趁现在赶紧跑！我没跟你玩过，下波我再跟你玩一波。我已经明白了。先藏一手，啊，这也没有人说要拿双鞋呀。别动啊，等他再响一波呢。嘿。闻着了，闻着有什么用呢？闻着又能有什么用？再见，直接溜溜球。是，我先看看啊，看看怎么个回事。是从右边上去吗？对，从这边来，然后点个灯，完事我们跳到左边。最好跳的那瞬间，不要踩着钢琴，踩着钢琴他听见了，这就叫什么细节，看到吗？嗯，你还真会爬呢，这。嗯，你能你识字吗？你就整这老些书啊啊！会看字吗？猴子，别着急啊！我给你个猴子。
我再给你个葫芦娃。快跑！咋办啊？我动不了了，我得等他过来吧。他过来，我得藏起来吧。我藏哪呢？我藏这儿。好，对，我把电视打开。电视怎么开呀？这电视没法开呀。开电视的话，哦，这样，我先把这拿了。拿这个把电视给撇了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嗯，拿你给电视打开，这不对呀。能按按钮，我操！等他来啊！阿飞，阿飞 ，I love you。直接跑啊！直接跑！直接跑！不用墨迹了，小老弟，我直接开撩。反正你也是个瞎子，快走！再见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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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哈！哎呀哈！哎呀哈！爬呀！这有蒸汽，这别给我吃死了。门打不开呀、啊，难道是跳上去？看来不对啊。开灯。啊，这有小矿车啊，我说的嘛，早说呀。推吧，咱就别拉了，拉得太慢了。这啊，从右边来。这怎么还会有这种地方出现呢？哎，从这儿开始啊！哎呦我的天！刚不都存档了吗？
行，一会儿我们别松手啊。好，这回松手。等着我呢，是吧？是不是等着我？行啊，等着我。哎！这为啥往前走不了啊？什么原因呢？这是？剧情需要吗？这不让走啊！蹲守吧。没完了是吧？一直摸。给你剁了，给你手啊，给你手给你剁了，我跟你说压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小老弟啊，你可完了，小老弟。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不对。我想想啊，我想想啊，我应该把他手给他压折，啊，我应该把他手给他压折。现在怎么到他身边把那个东西给他推走？我先跳上去，引诱他的手过来，哎，引诱他，啊，他的手呗，引诱他，哎，等他的手全过来的时候，我突然一个推，还是推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不是，这出手速度太快了，这怎么这么快呀？
他要回去，回去等他出来。啊，明白了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这呀，就这水平啊，啊，就这水平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，为什么不让拽了呀？右手先，啊，然后再左手，然后右手回去，等右手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往前跑啊，好，这能拿起来吗？这个不让拿呀。不让拿，只能硬来了。好，右手回去了啊！等右手出来那一瞬间，我们跳过去。好，哼，给我留两手，给我露两手，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啊！我还漏了两手，下一关了。明显，这要抓住上面的钩子。饿了，又饿了，你咋老饿呢？那有捕鼠夹。饿昏了，快点啊！我点菜，不会让我吃这蒿子吧？把蒿子吃了，老蒿子，你确定那蒿子能吃吗？吃完这给吃死了，留着留着留一半啊，省下回又饿了。这不留一半啊？哎呦我操！推过去吧。
这不有各种各样吃的吗？胡萝卜，来一口啊！这不比那蒿子肉好吃啊！哎呦天，胡萝卜不拿一个，还有大萝卜。哎呦天，你瞅瞅，还有那鱼。哎呦我操！哎，追我，还追我，还追上我了，给我煮了。啊。从他桌子底下钻过去，我说的嘛。看见右边情况吗？啊，他去烧菜去了。右脚。哎呦我操！啊，刚刚好，快跑！他咋看见我的呀？啊，又一圈儿。我想知道那钥匙搁哪呢？刚也没看见有钥匙，这门咋开呀？